大家好，今天郑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。曾经我在学魔术之前，我当过调酒师，但是因为各种原因，最后还是被开除了。我记得我被开除的原因是这样子的：经常有客人来酒吧喝酒，我就说来，请喝酒。啊，一般客人他是不喜欢喝白开水的，然后他说我不喜欢喝水怎么办？啊，因为啊，我发现我有当魔术师的天分，所以我每次都会这样子拿出一条手帕，然后问他你到底想喝什么类型的酒？有人说想喝啤酒，有人说想喝红酒。我记得无论你想喝什么酒，我都会拿起一条手帕，然后用手帕在这个位置在酒面前摩擦摩擦啊，在这杯白开水面前摩擦摩擦，yes，就会瞬间变成客户想要的红酒。但是同一桌客人他有不同的口味，为什么？有人想喝红酒，有人想喝薄荷酒怎么办？来，好，再摩擦摩擦摩擦，哎，又有人说我想喝绿酒，好，叶三瞬间就会变成绿酒，好，这是绿色的鸡尾酒。但是我发现我有一个问题，因为我可能变魔术有天分，所以我无论怎么摩擦摩擦，最后这个酒依然它会变成白开水，所以客户对我非常不满意。然后他就说，既然你依然让我喝白开水，不好意思，我走了，我不喝了。所以老板就把我开除了。那这个变酒它到底是怎么变的呢？非常简单，来，我们这边消息。其实这个变酒魔术啊，大家看，因为这个水是透明的嘛，其实你想要什么酒都可以做到啊。你只需要一样东西，什么东西呢？好，看似我的手帕里没有东西，其实我手帕往桌子边上滑的时候，我的大拇指会顺带在桌子边缘把一个东西带起来，就是这个。好，这个是红酒，对不对？你想要啤酒，你就弄那个黄色的，像啤酒一样的，放到水里面去。你要准备这种形状的，就放到这里。如果你准备杯子形状的，你就放到这里，看起来就好像酒，对不对？好，原理就是这么简单啊。来，学会的关注我，小东带你玩魔术。